前辈。喂，我是百味楼的伙计，你们是？反熟了，该出锅了。同志，终于找到你们了，你们来了多少人？谁开枪？到！撤！快撤！时间来不及了，快走走。都在看脸，他们清一色三八师，还有十一师的轻机枪，太可恶了。不对，看脸的武器一向都是五花八门，他们的装备没有什么精良。罗嫂，抓个活口回来问问到底什么情况。知道了。四，行了，没时间了，快走。小钟。小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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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子，东子，是派遣到了小鬼子，就是畜生。
可能大壮他们被发现了。手下，听说这里有抗联的人，我们是过来围剿的。给阎罗！天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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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总天龙皮在哪儿？就在那边。把他给我带过来。嘿！小钱大佐，怎么是你？不愧是阿布宽的手下，仗打得很勇猛啊！看来我们是中了抗联的诡计了。蠢货！我们在兴隆镇上抓了几个外来的抗联，最近镇子不太平，我怀疑他们是来破坏工厂的。他们长什么样？两个女的，一个胖子，一个戴眼镜。马上赶回工厂。嘿，快去，快！